朵娜，发光乳霜粉钻瓶。我趁这时候来送送给大家的礼物。真的有礼物啊？对。什么东西？每个人不一样吗？每个人不一样。每个人不一样。是要给你的哦，谢谢。如果打开来是一只海蟑螂，你会生气吗？会。是海蓝宝。哦。哎呦，好棒哦！你看送这么好，我等一下去标会了。耶！而且你们都知道水晶是左进右出，哎，所以你们都佩戴在左手。你手机莫三码六一二。不行，这样吧。不可以这样子，不然就是后期还要帮你拔掉。在这边可能好一点，我把它撑开。好，这是给你的。等等。哎呦，是一块石头。哇！哇，好漂亮哦。它是一颗拉长。拉长石，蓝拉长。它是电气石，很。对对对对，而且有点像台湾的那种。形状。嗯，谢谢。送给我整个台湾的。其实这是几乎都是我家里自己，就是我养着的水晶。你收藏的？哦，你养。你先等一下，你不要急，我准备好了。你等一下。哒哒。就我的是海蟑螂。最后尖叫的是你。哇！哦。而且它很美，它是天河石。哦，天河。来，我也有礼物。因为你到澎湖难免会要到海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需要一个这个，谢谢。这是柠檬吗？牙膏。请问这是业配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。这里好你啦，苏丹。今天我已经有啊。不是啦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炸出去较方便啦。我所以。这个提灯去扛呀。哎，这个提灯去给恁某用。你要垃圾较方便，你知影？我唔免啦。你可以平常自身。我垃圾袋较方便，免个垃圾啊。我也有带。你也是要现在给？看起来我好像有伏笔这样子。是啊。其实是没有人通知我，我刚有问了，他说你们是自发性的。没有人通知说要带你。没有啦，是我们想带，不小心就带了。小心。哇，这么大，这么大盒。哇，这么大盒，怎么感觉像在百货公司买的？是，我觉得很像业配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敬老吗？它是芳疗的。哦，芳疗的。哎，我们的礼物都蛮有，哎，好像都跟身体，都跟我们原来的个性有点关系啊。我觉得应该是制作单位第一个先贼，然后告诉他们，到时候就看顺哥的脸部的反应怎么样。啊，你们三个都有。我没有，哎，真是的。不好意思，帮你们送那个刚刚的红条管两只。哇！哇，会不会啊？会不会？生的跟熟的。对。好好吃哦。生的就拿公筷了。嗯。要不然有时候会捞不太起来。哇塞！不会下一个行程也是要去吃吧？是吗？下一个行程就是。刚刚跟墨囊有点关系。咦，所以你那个还要带墨？其实呢，从这个所谓五行的颜色里面，黑代表了就是我们的肝。黑是肝吗？对。黑，我以为是肾呢。是肾吗？那重讲一次好了。大家知道这个黑可能跟肝肾有点关系，所以待会呢，我们就是要掏心挖肺。因为呢，有一个神秘的东西让你们吃了之后，就会说出内心的真心话。神石豆沙包，正确，差不多，跟人肉叉烧包就隔壁摊。嗯，非常好吃。嗯，说不出话来。嗯，那个绵密感，它那个就是在一直嘴巴里面这样一直融化开的那个甜味。哦，然后可是又很 Q。那个瓦萨比不要放太多。谢谢，谢谢。上那天看到祖先，真的吗？哦，而且来了三四个，厉害啊！要给你收回去啊！规个拢嫌弃。
哎呀，我刚忘记跟他们讲说要停下来拜拜，没有关系。我反正我们顺着路走，没关系。这几天有空再来就好。那还是要还是会经过打电话跟他们讲一下。不用，直接讲啊！他们不是在线上吗？喂，你们听得到我们说话吗？可以。嘿，那个我们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到澎湖一定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拜拜，就是等一下我们过桥在路边有一个左边有一个庙，就是蒋美的那个庙，看能不能停一下，我们给我5分钟就好了，我去拜个拜。对，你找清风，三点水，然后那个山峰的峰，对。没有了，三点水的清啊。清水和三点水的风，因为想说到两个风，少讲一半。想说三点水的风，山上有水。这就是我澎湖的姐姐，是因为有一次我在高雄，然后呢刚好遇到一个师兄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有个姐姐在澎湖，你要跟她会一会。”然后呢，我到澎湖来，就一直很强烈的经过这里说。会不会是这里？你看我现在在讲，鸡皮疙瘩就要上来了。然后那一年就跟他结了善缘，大概已经是20多年前了。那他们十几年前到台北去挂香去照镜，我还陪着他们去走了一圈，感觉的那种心灵的那种平静感特别好。所以我每次来澎湖，一定要去跟他塞那一下，跪在那边跟他讲两句话。那我每次都会准备200块，那你们不用，这是我跟他的默契。好 ，OK。顺哥跪在那里去塞奶，然后我们站在那边，我双手合十，这样我就觉得那卡呢，卡在一里震动起来，一里拔起来，感觉就磁场很好，像是跟顺哥一起去看他的家人的感觉，然后有被神明眷顾跟保佑着的感觉。这个柱子不太变化，要不要去看那个？看那个祭柜，已经排队排好长了呢。但是它很快哦，因为它炸得很快，所以它整个循环线会很快。要买吗？你们想吃吗？我们在车上等啊，我们去买。好，对啊，我们去买。年轻人去买。对啊，你们在车上等。我跟顺哥在那个庙那边休息，虽然只是。短暂的静坐就觉得有休息到，有被充到电。其实我会带他们几个人进去这个龙德宫，是因为我有一个这么好的感觉的姐姐，在澎湖这个地方这么的保佑我。那我也希望这次的旅程大家能够平平安安，然后去完成每个人要带去的一个任务的。冬瓜茶柠檬汁，哎，可以哦。那你们我要仙人掌。对，我要仙人掌。对，先拿着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桑葚乌梅啊。那我要桑葚乌梅。你们全哎，你全部人怎么回事？马上，全部人。我喝你们喝剩的，看你们什么不要。这个桑葚乌梅。好，可以。啊，那个多人你怎么行？陈亚行，你刚刚1000块还差点飞走哎。还有写油墨呢。差一点点钱就买去啊！对啊，我们有经费啦，因为哦，每一摆这个行程哦，这公司都会出钱，啊，我们就慢慢的跟大家交流做朋友。110啊！110啊！刚度假。老板，紫米年糕是哪一种？伊就是甜甜的甜粿。都是我的一直生，我唔捌听过。袂歹，真好。赞，我谢谢你啦。传传的等下佫生两个好了。外皮酥松脆，里头汁开胃。啊，酥法不放人酥啊。哎，要翻译吗？哦，里面好烫哦！好烫，来这种烧的。
嗯，很好吃哎。所以它这个虾是直接咬掉吗？直接吃的吗？直接吃啊！而且你们发现，澎湖的这个鹅啊，它就特别鲜嫩，小小不要大。嗯。因为每个地方它有时候要吃豪华版的，它有时候要吃到美味版的，哦，很在地的那种海味。但这个很爽，嗯，半个又好像不太过瘾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可以每天吃两个这样哦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，但我超喜欢吃年糕。我大姑以前都在做。我超喜欢吃。如果是我自己看到排队排那么长，我就不会跟过去。顺哥说再好吃我都不要吃，啊，不过真的还蛮好吃的。我本来就比较喜欢这种突发的，就是哦看到什么想吃的我们就去买，就是果然知道为什么会要排队，因为它好像是澎湖三大名店之一。我们下一站会多久呀？差不多20分钟，因为我有点想要大便。20分钟的大便吗？好像又有点难。我帮你开，会让大便比较不想大吗？不是啊，丽姐。我觉得可以问一下他们。那我来开好了啦。哎，忍住，忍住，行啊。哎哎哎，真的吃不停哎。哎我，哎，他已经塞车了，你还在塞东西进去给他，就两边都塞啊，这样更容易挤出。现在我们坡爬上去，就进入市区了。我跟你讲，在最繁华的世界里面，找到一种最纯粹的享受，在暗黑颜色里找到一种最美的彩色。所以刚刚那个冷冻盒，那两个那个墨囊袋一直保存得很好。我要带去的。对，快了快了，5分钟以内。5分钟以内我可以。可以哈。但是再多1分钟，就恐怕要翻脸了。还你帮他准备了塑胶袋，我们闭眼睛。不用吧？哇，那现场有太多，这个氛围会很厉害。我也这样，我也出来。这是氛围，不是氛围啊。氛围，这个侧场都是氛围。他有氛围了。阿都宅在说国语，都是氛围。你们这个车子里面有太多的氛围。氛围。我闻到你们车子下面的氛围。哦。一上车就闻到了你们这个氛围。你们浓浓的氛围。哎，你们氛围已经讲了20几次，到底是要玩多久？我觉得蛮好的，有转移掉我的一些注意力。就在这个咖啡旁边。咖啡感觉可以。就去咖啡跟他借就好了。他机架好沉，你赶快冲下去，然后那个珍妮把那个车子停好就好了。谢谢。谢谢谢谢。你赶快去啦！我要去，我要去，赶快去，赶快去！花枝的器官送到了吗？花枝的器官送到了。好，按照约定，因为呢，我今天是我既然是我带队，我必然就是。一定要有我的一个秘境，还有呢神秘的配方，来麻烦一下。他们刚刚在外面乱拆，跟这个器官有关系的，现在在打开。要做墨鱼面吗？墨鱼面做。墨鱼凤梨。墨鱼凤梨有一点接近了，但是为什么凤梨跟墨鱼有关系？因为吃上好多凤梨。还有什么连结？你这样子破了梗了。来了，先看一下。它会喷汁吧？这只是我们刚刚一个动作过程，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要取出这个是必须到海鲜店去取出。有没有看到？来来，不要讲话，来，鼻子过来，过来。不要，就照做。
没有，你看美女，我就会考虑一下。好，因为今天要跟黑黑有一点关系，来，过来。大家都有，那你自己呢？那你拒绝。我要去洗手了。OK， 好，因为这个黑凤梨，就是来自广东话黑凤梨。哦，喜欢你。黑凤梨。因为呢，以前呢，这个墨鱼呢，跟凤梨是没有关系的。突然有一天，他就把它弄在一起，发现它非常好吃，就黑凤梨了。没错，预备起，黑凤梨。好，好，现在就做这个喜欢你的黑色冰淇淋。甜点啊，用一个海鲜的东西，但都会想讲，哎，就臭臭哎。他说要做冰淇淋的时候，我想说，是认真的吗？好特别的花香。对啊，然后这是哪里的凤梨？这是。我问一下，关田的。真的吗？因为我上次有去拍过。你问错人了，他已经死了，你要问活的。原来你这么幽默。喂，问他认不认识他？是屏东。味道蛮重的，对，它味道蛮重的。但是等一下，取出来之后跟凤梨混合，就会被压过去，凤梨会有一点，对，碰出一个不太一样的味道出来，是加在一起的味道。但当初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加在一起的味道，有很多事情是这样子，弄拙成巧。有人转角遇到爱，有人转角那表晒。我是回家只会放哨。他跟沿路一直在找厕所吗？一直在深呼吸。好了，来谁切谁切，来来，你切成什么样？我这种我随便切块都可以。好，最后是要炸成，对，就是炸成汁就对了。小心哦。好。你经常下厨吗？我没有，完全没有。离远一点。你知道我们上一季的那个在那边有夏红来过，夏红来让他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次，这个缘分又来了，怎么会就突然就出现？哇！哇！吓得他屁滚尿流，这样。仙人掌也来了啊！这个仙人掌，来瑞仙奶，我经常吃，有黑的，有鲜红桃红的海菜，然后那个是海菜的，海菜是不是很像海苔？海苔哦，我觉得这个海菜的感觉就比较温和一点，没有咬到那个海苔，风炉茶，风炉茶是用野生的风炉茶去做，就是很配会的感觉，对，有没有？有超啊，有青草，那是澎湖的青草，青草对，青草。所以我说，这个好好吃哦，让你们能看到不同的颜色。嗯，这研究了多久，你知道吗？他从他13岁研究到现在，真的假的？研究2年是吗？所以现在15岁的，很会讲，很会讲，他才是艺人。那是什么？就到黑糖糕啊，因为饼干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所以它下面会有一个洞。那我就想说，不要让大家那么快，就是不能太空虚就对了，吃掉了，让你有点惊喜。它只有小块，下面就会有。澎湖的黑糖糕也非常有名，黑糖糕在澎湖是女生的那个坐月子圣品。嗯，你要不要再坐月子？更年期都跟过了，坐月子立马好啊！你已经更年期了。他刚骂我。你们人家看什么东西啊？接下来希望走什么样的路线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很不 OK。我怎么叫不 OK？ 一直吃，你都没把它。刚刚有稍微已经我玩了一下。玩哪里的？刚刚有唱卡拉 OK， 你没有唱到吗？嘿。
我是花甲之年驾青春，我是春风少年郑得意。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。有，赶快按这里哟、哦。